玉髓是什么？玉髓是一种矿物，其实是一种石英的变种。玉髓以乳状或钟乳状产出，常呈肾状、钟乳状、葡萄状等，具有蜡质光泽，主要化学成分 SiO2， 可含有铁、铝、锰、钒等元素，结晶状态为隐晶质结合体，呈致密块状，也可呈球粒状、放射状或细微纤维状结合体。玉髓形成于低温和低压条件下，出现在喷出盐的空洞、热液脉、温泉沉积物、碎屑沉积物及风化壳中。有的玉髓结合内会含有水和气泡，非常有趣。它的物理性质与石英一样。玉髓被人们当作宝石，主要用作首饰和工艺美术品的材料。玉髓与人们熟知的玛瑙是同种矿物，有条带状构造的隐晶质石英就是玛瑙，没有条带状构造、颜色均一的隐晶质石英就是玉髓。